是我多年以来的期待。和妈妈说早安，如今却再次上了另一个女孩。因为没有五百万，从此我呆在说不出来。明天我在妈妈怀中醒来，知道在遥远这段有个女孩。段就是讲自己母国的一些情景，跟家人妈妈的互动，然后来到这边跟邻居跟亲友的互动，就是台湾的互动，然后加上工作上的困难，还有法令上的种种关卡，对，然后到最后副歌的时候才是他就真的真正的爆发出来这样。